原标题：民国警察行凶滥杀无辜，连看门狗都不放过。1947年6月以前，夏双田和父亲夏恒田一条忠犬相依为命，他们住在连云市一区十八宝一家，以看山为生。6月17日下午6点，30岁的夏双田去山林中砍柴，这片山林是已故师长白宝川的遗产，现在有陇海铁路连云港误入气候测验所驻扎在此。这座测验所属于江苏省水上警察局第三大队所管辖的分队，分队长名为张德祥。砍柴之际，测验所的牛副警长走到夏双田身旁，强迫他将砍好的柴火蒸为菌草。夏双田不愿意，牛副警长便以砍伐森林为由将他带到分队部暴打了一顿，等身上遍布伤口才被放回家。晚上，夏双田家的守门狗一直狂吠，一身枪声飘过，伴随着狗狗的一声惨叫，犬吠声才停止。夏双田及父亲夏恒英眉头挤了一下，夏家门口守门忠犬躺倒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眼睛大大的睁着，鲜血流了一地。牛副警长和两名穿着警服的水警跨过狗狗的尸体往家里走去，夏恒英走出来壮着胆问道：你们有什么事？我们来捉人，你是什么人？牛副警长问。夏恒英自然知道他们要捉谁，自报了名，请求说：我儿已经被你们打了，也算受过处罚，放过他吧。水警不听，将他带到了房屋外，又闯入家中搜查，将夏双田带走。第二天，夏恒英尸体被他的胞弟夏恒年发现，尸体倒在附近的山绿沟里，口鼻着流血，夏双田则生死不明。于是夏恒年跑去向当地保甲长报告，请求和管保长即刻缉拿凶手。据说夏恒天死亡时，牛副警长曾打算鱼尸灭迹，遭到村民公愤，最终没有成功。迫于舆论压力，测验所放了夏双田，夏双田遍体鳞伤，忍着一口气回到家，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死，悲痛不已，因伤行走困难。夏双田请村民帮忙将自己抬至市政府为父亲喊冤。6月19日，直到事发后第三天，市政府根据夏双田的报告派人往出事地点检查尸体。资料来源：1947年9月26日南京大纲报爱历史特约作者莴笋面包独家稿件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